来看咖啡馆的环境。前面那里有冷气吹哟。这里是户外，靠近大自然。现在我们就来探听这间黄色的这间，它叫 Art Nature Gallery。 在这边呢是可以 parking 车在这边哦，这边是它的后门。开张的花陆续送来，来杯咖啡。非常专业。这边呢是它的前面门，前面门是大马路没有的停车，要停车要去后门那边停。美味好吃的牛角包，各选口味。美味牛角包。上周前会来个摆盘。每个角落都很美，很好拍。Hello. 平常老板亲手泡咖啡，哇哦，咖啡来了。哎，这个是我们的啊，研究员，免费的老板，免费的六。
自己同时也是品牌设计师，兼职爱好摄影师。海棠君，就请问你如何定位你这间咖啡馆？OK， 谢谢陈辉你的访问。其实我可以用简短的来介绍一下淡林的 Gallery Cafe 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位。其实我们是一间 Veggie Cafe， 就是素食上 Cafe。 我们走的是一种健康理念的那个料理。然后这一次我们淡林的 Gallery Cafe 呢，我们的设计概念是一种叫做森林系咖啡馆，就是以将这个大自然带进我们的咖啡馆，作为我们的周遭环境，酝酿一种的那一种氛围。